迎收睇《识食攻略》，我系 Dorothy。今日唔中想食下邪恶肥仔嘢，咁跟我嚟试下呢一间韩式披萨店啦，帮你食得满足啊！餐厅嘅招牌芝加哥披萨有双倍香浓芝士夹心，呢款肉食狂人薄饼用上黑糖包批底，放满烤鸡、猪肉、烟肉同火腿，食落啖啖肉啊！仲有超澎湃嘅拉丝芝士添。蟹肉乐园披萨都好足料，有蟹肉、蟹柳同蚬肉，配上蒜香芝士酱，好嘢味啊！呢一度除咗披萨之外咧，仲有各款韩式炸鸡同小食噶，黑糖年糕炸鸡，你哋有试过未呢？甜甜地嘅黑糖酱年糕，配搭酥脆炸鸡有几夹。另外仲有吸引嘅泡菜大王炸鸡添。